今年清明节落在4月4号，环境局的网站显示，清明节前的周末，万里骨灰瓮安置所的停车位已经被订满，而骨灰撒土设施清新园在清明人流量高峰期，比如像周末，不会开放给一般的访客。不过这个周末有不知情的人前去。记者蔡可涵报道。记者早上走访清新园，见到十多名公众站在入口处等待，他们被管理人员告知只有获批准的人才能进入。据观察，职员后来通融，让这些亲属分批进入悼念。今天是我爸爸对年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来拜啊！但是我们来到这边进不了，他讲关不可以进。环境局表示，清明期间，清新园在周末、清明节当天、耶稣受难日和开斋节等公定假日，只允许获批准撒骨灰的家庭进入。虽然距离清明节还有2个多星期，一些公众提早到蔡厝岗坟场祭祖。有机会的话就趁早了，因为没有太多人，又没有设车，通常是这样了，早一点，而是礼拜一定很多人的。这个是无所谓了，假如有心，你什么时间都可以来拜。开车到万里骨灰瓮安置所的人需提前上网预约。环境局网站显示，今天有一半的停车位被预定。其实今天不算早了，今天是一个 control 在控制的第一天，那刚好就是休息嘛，那也是星期六，然后刚好就可以大家方便可以过来。Actually, 我们来是也是为了我的 mother 的 death anniversary, 是 14th of March 嘛，所以刚刚好，所以就 combine two in one 咯。根据环境局的网站，29号、30号以及31号，万里骨灰瓮安置所的所有停车位已满。而4月4号清明节当天，蔡厝岗以及万里骨灰瓮安置所目前只有大约10%的停车位。驾车人士可以在出发前上环境局的网站查看这些路段的交通情况。